有没有很像梁朝伟？很满意。谢谢。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。有没有像梁朝伟？我就觉得你今天有点特别嘛。有没有？很像我的偶像梁朝伟耶。也是我的偶像啊。真的吗？啊。哎，弟弟呢？啊？他在偷懒睡觉呢。睡睡睡睡！哎，你干嘛打他？超大家就败在他手里了。哥，我想静静。这个时代真好，当你说想静静的时候，没有人问你静静是谁。静静是谁？隔壁老王的女儿。姐，你看你看啊，除了睡觉还谈恋爱。你别去这样怪他嘛，他还小嘛，他还在发育呢。既然你回来了，你们饿不饿？我去煮面给你们两个吃，好吧？你肚子饿不饿？我煮碗面给你吃。姐，哎，姐，你不要惯着他，真的，你太惯着他了。吃碗面，不可以。你过来。那我现在干嘛？祖传家规，让他念一遍。进来。哼，一块钱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一块钱买个鸡毛掸子，不用回去开个家庭会。虽然不是全家宝，家家户户离不了。一块钱，那就买个鸡毛掸子吧。哦，好棒。